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妈妈危机创办人 Andy。 疫情无情，人间有爱，妈妈危机全力号召全国各地的朋友响应参与，这是我们招募爱心天使饭盒，一餐饭一颗爱心，你的一个五元的饭盒，我们帮你传递到前线最需要的人或需要协助的人士。同时我们会把你的名字全部放上我们的网站，然后我们每一天呢会透过 WhatsApp 群告诉大家今天一共筹了多少钱，今天我们的饭盒分发到哪里，今天一共出了多少包饭，而且每一盒饭盒都会写上您爱心的名字还有加油的寄语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你的健康能够看得到掌握得到。五元一餐饭，满满的爱心，赶快登录 www.mamaveggie.com 购买一盒爱心饭盒。